大家好，我是老叶。今天呢是10月7号了。昨天晚上呢，在这个石狗镇吧，前面大概1公里就是石狗镇吧。这边是一个停车的服务区啊，在这边露营了一个晚上。这边白天啊车子是挺多的，然后晚上呢它是非常安静啊。本来啊想着在这个地方可以钓一下鱼啊，但是住的地方离那个路边太近了，确实是太吵了。所以呢今天就接着往前面走吧。现在呢距离肇庆市区的话可能就100公里以内吧，就80-90公里的样子吧。很近很近啊。这边风景是相当的优美啊，可以泡那个海干也可以钓鱼啊，确实挺好挺好。然后前面大概几百米吧就是一个厕所，非常好，就是这边会时不时的有人来这边停车休息什么的。现在呢是早上时间的7点多了，我也该起来收拾一下吧。我现在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我现在确实是东西一天比一天多了，就感觉买来的东西都不舍得扔，就有点像我老妈还有我外婆的那个遗传的基因吧，就是感觉什么东西就该塞的就塞，就这样都不舍得扔。其实我现在已经有2天到3天的补给了，我完全不需要再买其他的东西了。当然啊，你到了一个大的县啊或市啊，你怎么也得要到那个菜市场那边去买一点东西吧，对吧？买一点新鲜的，除非是买不到了，那这些可能作为储备。但确实是买的太多了，主要啊，我最近加的80%都是那个钓鱼的那些工具啊。我把钓鱼的饵料啊什么全部都消耗掉，那就省了很多很多了。接下来呢我打算就往广西的那个平南县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网红桥那边吧钓过那个刺眼鳟，挺过瘾的。然后这次我打算用我的那个抛竿啊到那边去钓一点那个大的那个刺眼鳟，看看能不能钓得到。那个鱼是特别的鲜美啊，好吃啊，就是那个刺太多了。然后再去看一下那个大叔他现在怎么样了，之前因为没有来嘛，对吧，看看他还会不会在那边，希望他还在吧，聊聊天也挺好的，冲杯咖啡给他喝。广东省兰花专业镇石狗欢迎您，这边也是兰花啊。这条江呢是绥江啊，其实你要说想钓鱼啊，这些地方完全你随便可以找一个地方钓鱼，也可以露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最近特别的挑剔，就想找一个就非常安静的地方吧，钓钓鱼。就是附近没有什么人的，没有也没有什么人烟的，就是一个人在荒野里面，就这样我感觉就比较好。
然后这些地方钓鱼的呢，就时不时的会有人在这边钓鱼。前面呢就是肇庆的鼎湖区了，现在先去区里面找点吃的。我刚刚在网上又物色到一家茶餐厅，烧鹅哦。你们也可以啊，你抱在手里的我都看到他们走带出去有啊。对对对对对，我在网上搜到一家，这家好像挺好吃的。哎，那家猪扒包你吃过吗？好吃，好不好吃？哪里啊？猪扒包前面不有一家吗？也可以，也可以啊。行行行，反正每到一个地方都就是要来尝特色。对对对，对对对。来个三拼吧。那什么？烧鹅、白切鸡，还有叉烧。三瓶，没三宝放这里没有，要得上二楼11点才有。哦，这个你就双拼，烧鹅没有哦。烧鹅没有吗？没有了。哎，我就是来吃烧鹅的。俺妈弄双拼的烧鹅。没有吗？喂，双拼烧鹅，你这里砍不砍？只有双拼是吧？嗯。啊，那就双拼吧，叉烧和烧鹅。我不知道他怎么收钱，没有，他三拼都没有拼烧鹅的三宝饭。一个拼你砍不砍？砍我就下班了哦。烧鹅拼什么？30。叉烧。30啊。姜汁啊，特别下饭。好，谢谢。味道确实可以。哦，猪扒包就是像汉堡包一样的是吧？对。哦，我还以为是包子。多钱一个？来一个。打包了个猪扒包，我还以为是包子，就是汉堡包。75度的酒精，75度的酒精，500毫升。
我之前在清远那边买了一瓶13.75块的，然后丢了，刚刚在后面有一个药店吧，然后买了一下，他要16块钱，我所没买，然后到这个大森林这边买，这个还好，9块钱哦，16块钱，开什么玩笑，一瓶酒精要16块钱，我西藏我只要15块钱啊，有点离谱哦。然后昨天就把酒精放在这个位置哦，掉了，幸亏这个杆子没掉，现在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它会好一点。喝杯咖啡吧，然后就出发了，找钓鱼的地方去，散几天心。这几天就是心情不太顺畅，就是感觉看什么事情都特别的不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可能是没找到什么好钓鱼的地方。现在只能喝热的了，太可惜了。哦，我又听到蜜雪冰城的声音了。前面呢是龙母庙，一个好像是一个古迹哦。我在这个路边终于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休息的地方吧。从肇庆市区出来啊，到这里好像已经有了几十公里吧，都没有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我车子就停在那边啊，然后休息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是摩托车进不来，如果可以进来的话。哦，这有个人。坐一下，休息一下吧。这个我说实话，我见都第一次见这个。好像差不多就是类似于那种汉堡包一样的。冷掉了。已经看到两个骑自行车的了，距离平南县哦，广西的平南县的话大概是还有200多公里吧。我今天说实话真的有点很想很想就连夜的骑到那个平南县去哦。不过还是有点难度哦。这一路啊都没有什么特别合适钓鱼的地方，可以钓是可以钓，就是露营的地方也不太好找。南江口镇到了。